许多阿龙，还有摄影者阿信，天气不是很好，装备上肩，江叔啊 ，Go Go！ 今日当天西底来回的月薪，已经架设好两顶帐篷。西底晚餐。白饭、鸡排、小卷、金针菇、白菜、油菜，装备撤收及打包完毕，待会准备出发 ，Go Go Go！第二天，白饭、猪排。烧鲷鱼、素豆、白菜、锅肉汤、火锅汤。耶、yeah, ！第三天，夜聊早餐，豆沙包、馒头、烧麦、奶茶。营地撤收完毕，厨房也撤收完毕啦，装备也打包完毕，待会就出发。小兔 ，focus。